你不许脱！你要是脱了，我不，你，我不就被你看光了吗？你不准走！你想让本座因不洗澡被人起疑？本座才不会因为这种小事露出马脚，枉送性命。 那你把眼睛蒙起来，让宫娥帮你洗，那岂不是更可疑？哼，我帮你洗。 上左，哪边是左？哦，再用力一点。 居然在给一个女的洗澡！哎，说起来，旋风是你的胞弟，风王也说得通，可风南北二幽王又是如何呀？嗯。哦。苍岩海部落众多，其中。 南北优势里最大，向来不服九幽的统领。到了祖父这一辈，为防止内乱，便答应了他们封王的条件，这才有了南幽北幽二王。3万年前，苍岩海内忧外患，他们一直蠢蠢欲动。经过本座的镇压之后，他们才重新归乡。所以他们是畏惧你。 但并不惧怕旋风，见你不在，他们就想脱离九幽，还想和旋风争夺月尊之位。没错。你这么心狠手辣，为什么你不在初回月族的时候，以他们叛乱为理由，把他们发落了呢？为了抓内鬼。内鬼？什么内鬼啊？ 想必只是个废物仙子吧？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们好像识破我们了！啊！长河仙君。
长河仙君，你快走。长河仙君。 长河仙君，东方青苍。